我联合读册，你台师大应该没问题。伊讲伊以后要考迄个科技大学。哈？伊对电脑迄方面啊有兴趣。啊，先讲伊的亲戚，伊阿舅在做这。啊，你若想伊要行迄条，伊个个个来咧练这，啊，伊练这若真投入。啊，对啊，因爸那做反对啊。因爸伫台了。嗯。你捌伊啊？有啊。我们讲这个人才嘛，足几多呀，也是一种奇才。对，未歹啊，但是伊个无多长久。嘿啊，可惜。我们在讲，他没有要走这方面，那他最少至少他要走到高中。嗯。所以我就觉得是，我第一次碰到的。啊，我嘛袂甲变叫，啊，伊是讲不一定，不过应该较偏向讲伊要去考科技大学。 我昨我迄天我阿问嘛，礼拜五我阿问，他以前伊个袂讲分大咧，个认真咧。嘿啊，伊做伊做勤劳咧。嘿啦，无我我早我毋是要甲培养重炮，我是讲伊变成主播可能是八百。嗯。嗯，要培养跳舞馆跳歌啦。结果伊站落时阵拢靠拢讲会停。嗯。我也毋知几啊届四百，四百佫届佫是讲哎。 伊个伊个八百应该比两百较好，嗯，因为伊个耐力拢无输因啦，无输千五个啊，嗯，你一百佫袂佫无输因啦，啊，你现在要买两百，你打不如八百，嗯，结果八百头一个甲赔第一名，嗯，啊，我真系是种很想不到他变民主，他竟然可以跑八百，然后耐力跑又跑得不错，嗯，我哩我哩在变民主啦，拢袂肯去走动。 你也了解无，会堪。所以这嘛做歹讲，啊，以后唔知如果他高中去训练能不能又很顺利，也不一定。因为这段时间也正要加强，也会担心，也会担心他的脚底行不行。嗯。也是因他是硬跑的。嗯。伊讲阮过一个九年级的哦，伊无咧练的，平常小我动会动，较早过些袂歹。 爱读书嘛，钱你啊家长拢反对。啊，伊即摆拢变成讲五点45下课，较来练，练到6点半。嗯。你啊，阮诶，阮踮遮就五批啊，五个无共时间啊，你啊，我有头痛啊。真正。啊，我嘛是罔叫啊。嗯。所以我有头痛无。
长那么大还睡过头啊？去了。靠在那边啊！你阿公阿妈妈工厂下去，啊！你本身遐大啊，你得爱家己遐迄落啊，对吧？是不是安尼？你阿公你有重要的事情无会讲，但是厝里要钱，要带你去佚佗，迄落更没有话讲。又是困过头。睡过头。啊！你阁袂晓想话呢？唔习惯，这款这你阁两百。因老的百位场地，好，真讲有地有道。伊讲走三七秒外，我是多三个钱。结果一关拜五，拜五，拜五王俊，你甲伊测验，一只走38.7秒，啊，算袂歹。因为你如果300大概多少的话，你就知道400大约多少。啊，你这样欠钱啊，真欠一支啦。啊，迄个只好甲拜倒啊，叫伊迄个，叫伊8:40、45出来练，啊，当时啊，读到6点。我唔知叫校进两拍电话啊，啊，甲店来开啊，甲因做伙开，卖只开也无开。哦，对哦。啊，因为伊走地速度紧啊，啊，当小人咧去，外口人来咧，哦，对对，塞来塞去啊。嘿啊，惊伊弄着，我唔知甲校反正讲啊，进两拍做伙转。哦，你弄练到足晏哦。练到5:30就暗嘛。即卖差不多6点外。啊！你啊，冬天差不多5:30。你若讲，我若讲，因你三个正经有来，啊，就好好咧。阮这间嘛算袂歹啊，我唔敢讲比100年较好。啊，恁跳高就无人啊？跳高有一个啊，啊，因迄练5点的。平常时啊练5点，就1点钟的啦，迄哪只歹练？啊，伊有讲要。有啊，如果要读体育班，啊，唔到伊啊，家长也无要放。讲伊讲意思讲，计功课爱前几名，较了。哦，对哦。你即马拢安尼吼。拢用这种政策。啊，伊是来遮有，加跳有进步啊，跳16有进步啊。我讲你卖跳，后礼拜去比赛卖跳，保持最佳的状态。拢卖受伤了。嘿，结果呢？结果要比赛之前，去刚去拍羽毛球，体育课上羽毛球。拜五，我拜六礼拜比嘛，伊拜五伊上，伊讲伊要比羽毛球，外口阁有比羽毛球。啊，讲拍一下，拢两脚拢退步。啊，唔得，无都跳啊，免跳。拢退步啊，两脚拢跳高，跳高拢退步。我用退步啊，包在了面。无啊。啊，伊讲伊较早嘛，捌拍过，无安尼。啊，结果讲伊刚拍一下，拢退步。体育就是。有。啊，即马教练哪愈来愈少啊？嘿啊！拢本来有一批年轻的，拢去考试啊，是啥？年轻的啊，桌球的。桌球好，对啊。去考试啊！那在去耍，伊嘛进入去咧去了啊，去一中。一中咧，伊嘛代课也代理，啊，只做啥子也算。四国证啊，啥？脚抬高，脚抬高。我说没，你膝盖要抬高啊。做这么多。哎，阮这个东山这个，伊嘛无设定要行这条啊，伊是来才帮导引导师甲介绍，引导师哦。啊，伊弟弟是迄个少棒国手，这条比来比棍拍，得冠军的款。啊，伊个。啊！伊也讲，伊迄个临港啊毕业，要去读中正预校。哇！啊，这是迄个身体。然后。在头前先练啊好。嘿啊！啊，练啊，读个较清醒。医生讲，那小可，小可在什么过呢？应该是，那不是过动啊，那不是过动，我嘛袂晓讲伊的症状。啊，你嘛是好啊，对吧？太快啊！啊，无法度啊，伊都体重控制袂落来。脂肪太多了，啊！你每天叫伊走30里啊，伊脚会冻袂掉啊，系啊。我唔捌叫伊走30里，进前去。
的脸基本上都闭着了，你看得到吗？那么我给你们记住，你说对，一光之说快了。是个女人啊！对对对对对。好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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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然后拿一支枪出来，我装进去。好。你好。你好啊。干嘛？我去拿手机。到了。你也到。它就不会把你往左下方拉，身体就不会开掉。好啊，你手机真忙用动。对，你要穿这一箱啊，不是，六百，多少？